主要是他也很会按，他至少按了，他总共从头到尾他进攻按了四次还是五次完成？你没有加速的？不是问题啊，他也是很厉害啊，光是没加速也能按那么多次完成，也是很猛啊。而且我有加速他，我并没有加速他，获利比较大，比目前还有加速到他，加两个，他有就是对啊，他那张是获利比较大，就一拳三百上嘛，有机会对，对啊，我不是没加速到他，还加两个，还输这么多，那我该不该输？该啊。那一套牌打到四强啊！对对对对对对，我等下跟蓝鼻子讲一下，就最后一套牌，四强牌组啊！这一套打到四强哦，没有参考价。我等下给他拍一下，他有拍了，他有拍，他有拍。我要跟他强调，是四强牌组。麻烦麻烦。
因为他没有他在添加这些，当然也全部不及。你的伤害不伤害，我的伤害很大。而且两边都有那种伤害。他不是啊，人家挡到了。但是现在要看的是，因为他们都还有。可能都想到第二个。
以前开过的，那在汉的话，我们对不对？因为假设我们叭叭叭叭叭，车是手机啊，你要怎么接？没办法接，对不对？假设我们都没按铃。他还有双重的，双重三千，所以他伤害过六千，对，你忘了，是去告诉我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就那个一万一嘛，对，对啊，已经超过，已经超过，保底一万一了，已经超过。所以他这回应该是钱还在很多，他双手打你就不会，啊，双手打你就不会，打我就不会。我那天也是超过这种超前。你就没要我了，没有，打三场输三场，超强第三场，真是超强，这一下就能打，是可以是，这打死了，但是他这回不会，待会再三光稳转过来，但是他这回真的转过来，然后应该可以，所以他自己这回有弹性，要把下回中伤害补回来。或者是他打法，他会逆气，他第三回来，有啊有啊，这么热。今天好热身啊！我说的热，还有没事啊？我有心情。茂林会飞。应该三个鱼这样子结合。不是啊，你看你看，根本是乱射的，我不会打到平等。最重要的没打。哇，打到不啦，都没爆，太烂了。没有，你要看到、他那个波轮没有，就是等一下下一回的那个一些的来的。哦，对对对。那你还有专车吗？最好是达到，最好达到的是就是一个那个特级，也不是特级，然后那个哥奥迪。啊，如果你要达到平等的话，你达到就可是刚这回他赢了，他在就是就我的意思说，这回合一样，只有他这样是三千加，三千加三千六千啊，保底六千啊，就是打你三千啊，其他三千三千，保底六千，他有可能被鱼泡沫的，对，或者被鱼，人家不可能。另外一个也是很厉害的右手，你看这最关键就是最后的最后还是赢，
那你跟大家，那我照一下，照一下。